那我们真牧场在很早的时候就针对牧场的乳牛管理做了很大的医化，我们也有得到一个叫做动物福利认证，就是我们的牧场是友善的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哎，养牛很快乐。那我们花莲的水应该就是全台湾最好的水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水好，所以我们才可以产出这样子好的牛奶。以前人讲恁牛恁的牛脾气嘛，来恁阮兜的买啦，家己人咧接嘛，哎呀，伊是自愿去来接恁，所以拢无啥物任何的压力给伊。因啊，管牛我就较无时间管伊啊，拢阮太太咧管，放牛就走。觉得在这个牧场里面，第一个最特别就是它是以牛为优先，所以牛过得好，牛奶品质才会好。连专业的兽医师都甲你传遍遍，这款的待遇你敢有？这些都是营养师提供的营养配方，适合每一个阶段的牛。你给它吃什么，它就回馈你什么。我们这家公司成立啊，都是这些有志青年啊，很龟毛的人结合在一起的。我是对品质要求很严格，我袂对员工做规模。我的牛，我的乳源都保证在地，哪里产一定喝得出来。我生产的我负责，全年小龙鲜乳。全联年中庆，每周六日 Pizza Pay 全支付消费满额赠限时福利点，指定银行再加码，最高11%回馈。